哎，就是没事搁家练一练，就是这样事的，就是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变色儿，我想想怎么变啊。可以吗？哎，这个当个补光灯是挺好的啊，给它补的光，哎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做什么事儿，你一定不能停止学习，你知道吗？你得没事找点事儿给自己干。你买了个灯管，你懂好吗？这个是《星球大战》里边那个光剑，这个就是削铁如泥，我跟你讲。啊，是科幻片吗？倒也不是科幻片，是一个武侠片。但是我就上网挑买那种剑，我又不能买真剑呢，买这个真剑是铁的，我怕给自己在家玩给自己玩死了。所以我就是想说买一个这种打到自己也不会受伤的这种的，所以我就挑来挑去买了个这么个玩意儿。嗯，但也是一样的啊，也是一样的。有朋友小心手，嗯。也是得小心一点啊，容易给自己电到，反正是因为它有电啊，因为它是充电的，嗯。怎么变不了色儿了？啊，管他呢，反正这个就是没事可以当个灯泡用，然后有时照相的时候可以当补光灯，啊，这样打了一打，哎，补光，好吧，好吧。所以真的是，我刚才先关了它，因为它这个有点费电，而且它这个音效你听，没有黄光差评，有，它是可以变色的，它像彩虹一样。我试试有没有黄的啊。完了，声音叫我调没了，坏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声音没了，哎，黄了。粉色的，蓝色，行，这个就行，白色就行啊，可以，啊，这个意思。完了，声音没了，完了，不会调，因为刚买的，对不对？就是，我想，也不是想给大家讲什么大道理，就想给大家显摆一下，我买这么个好玩意儿，啊。就有点像买点什么，比如说很多朋友是买车了，就会告诉自己朋友，我买个车，啥车？买了一个QQ 骑手啊，就给朋友看一下啊，就给你们看一下，有朋友抽奖送了。凭什么？